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3回。那到底什么叫做气灵呢？这所谓的气灵啊，就是每件法宝从炼制以来都拥有一次将妖兽鬼怪的元神精魄封入法宝中的机会，从而在对敌时驱动这些精魄和法宝化为一体，能够让法宝威力大增，并化形为气灵生前的模样，拥有生前的神通，可以说是快速提升法宝威力的一条捷径。但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法宝封印成功与否，从炼制出来到最终的毁灭，都只能封印气灵一次。若是没有成功，就再也没有拥有气灵的机会了。因为第二次封印之时，法宝不会再接受任何的元神精魄了。这让众多的修士对此郑重异常。一般若不是急着提升法宝威力，都会在找到合适的目标和感到把握比较大的时候才会举行这个封印仪式。当初在血色禁地之时，南宫婉取了那墨蛟的元神，估计呢就是想封印气灵而用。毕竟那墨蛟虽然等阶还年幼的很，但终归它属于蛟龙之列，非常的罕见。所以啊，南宫婉得到此物兴奋异常，而韩立即使在乱星海灭了这么多的各阶妖兽，但是仍然未有见到一只灵蛟，这让一直想用蛟龙做气灵的韩立郁闷了许久。不过气灵的封印成功的几率实在难以控制，几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所要封印的气灵元神越是强大，成功的几率就是越低，而实力太弱的气灵对法宝的威力增幅又不会让人太满意，故而大多数的修士的法宝最终还是没有气灵的多，因为他们不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目标，就是封印的气灵过于强大而统统失败了。因此韩立一见这鬼珠竟有气灵，不禁吃了一惊。但随后韩立镇定了下来，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之后，一指两口青竹风云剑，再次化为两只青蛟，直奔妖狐绞杀而去。他这飞剑可没有什么气灵，只是简单的法宝化形而已，图具形态可是并没有真正蛟龙的神通。不过韩立还是要试试这只妖虎气灵的威力再说。黑色巨虎一见青竹风云剑所化的蛟龙向他绞杀而来，目中凶光一闪，一声低吼之后，血盆大口一张，十几颗头颅大小的黑色光珠一连串的喷出，迎着青蛟而上。两只青蛟的虚影对前面的几枚光球还能口角并用的撕裂个粉碎，但当后面的七八颗的时候，终于抵挡不住了，哀鸣一声，蛟龙的身影被那后续的光球击飞出去十几丈之远啊，连翻了数个跟头。同时上面的青光大减，似乎灵性受到了一定的损伤。韩立一见心里微微痛惜，急忙伸出手指一点，两把飞剑化为青芒飞射而回，被他收回了体内重新静养。同时另一只手一张，再次放出四柄同样的青色飞剑，一闪即逝的斩向巨虎。巨虎后面站着的鬼影一见这个情形有些无奈，他深吸了一口气，一道刺耳至极的尖鸣之声长啸而起。妖虎一听此声，立刻头颅微低，这脖颈扭曲了起来，两只前爪深深地插入了地下。接着吃惊的一幕出现了，巨虎头颅的一侧高高的突鼓了一大块，接着黑光一闪之后，
另一颗稍小一些的虎头蓦然出现在了那里，这家伙竟然变成了双头怪虎。随着另一只虎头的出现，这个虎妖的妖气又狂涨一大截，让韩立眉头紧皱。这个时候，此妖虎气灵毫不客气的两只虎头同时大嘴一张，一个接一个黑色光球密密麻麻的脱口而出，气势汹汹的向韩立这边蜂拥而来。韩立呢不敢怠慢，一掐法诀，飞在半路上的四柄飞剑一阵的剧烈晃动，化为了八柄出来。接着光芒大盛之后，八柄飞剑聚射到了一块，化为了一柄数丈长的青色巨剑。韩立望着此剑，目中异光闪动，接着毫不犹豫的一张嘴，一口精纯的真元化为了一团青的霞光，喷射到了那巨剑宽大的剑身之上。顿时巨剑发出一声长长的青鸣，光芒四射，化为了长达十余丈的青色劈链，迎着黑色光球就狠狠地斩去，隐隐发出风雷之声。黑青两色的光华撞击到了一起，四箭飞射，爆裂声迭起，声势惊人至极。青色巨剑势如破竹的一口气斩碎了诸多的光球，表现的是神勇无比。但黑色光球越来越多，前仆后继的不断从两颗虎头中狂涌而出，没有丝毫停下的迹象，似乎无穷无尽。这种情形让韩立脸色一沉，颇有一些意外啊。正思量着是不是另使其他法术来击溃对方，还是再多放出几柄飞剑的时候，在身后十来丈的地方，空气一阵轻微的波动，接着那奇淡无比的灰色鬼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那里。他浑身上下除了一双血红的双目之外，一点异样的气息都没有外泄。韩立似乎丝毫未能发觉身后的异样。灰影望了望那些漂浮在韩立四周的飞虫，雾中红光闪动了数下，猛然一纵身，化为了一道细长灰虹向韩立背后悄然射去，想要一把将韩立的金丹抓碎掉。至于那些虫子，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修炼的功法最擅长化形逆踪，此刻全身都化为了无形之体，又怎会怕什么虫子的发现？况且就是发现了，他也有自信让韩立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惨死在他的一双利爪之下。这个鬼影修炼的功法的确是诡异之极啊，飞射向韩立的灰虹丝毫动静都没有发出，而且还奇快无比，眼看其眨眼间就到了韩立的身后，原本悬浮在空中的金银色甲虫却嗡的一下子铺天盖地的射向了灰光。灰影大吃了一惊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众多的金银色甲虫就挡在了前面，并向他冲来。瞬间灰光就一头扎进了金银色的虫物之中，被这些飞虫爬满了全身上下，染成了光灿灿的金银色。灰影惊怒交加呀，抖动了几下身体想将这些虫子震飞掉，但是毫无效果。随后全身传来了密密麻麻的异样之感，他一愣之下不禁低头细看，结果鬼墓中的血光乱闪，满是惊骇之色。这些看不进眼儿的甲虫一个个撕咬他的虚影鬼体，虽然撕扯得非常费劲儿，但的确在一口口地吞噬着，他们竟然能够无视他的无形鬼体啊。这一下子灰影惊慌了起来，身上开始不断地变化起来，一会儿化为漆黑的浓雾，一会儿化为身披鳞甲的鬼怪。但无论如何他怎么变化，那些密密麻麻的甲虫都牢牢地粘在他的本体上，让他根本无法逃脱。
只有这一小会儿的功夫，他的鬼体真身就被多达数千的怪虫吞噬去了不少。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终于转过头来，冷冷地看了灰影一眼，接着一句废话没有说，两手一挥，又有两只灵兽蛋系到了空中，另两股金银色虫群嗡嗡地出现在了空中，随后化为了两只巨大的箭头射向了下来，加入了吞噬之中。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灰色鬼影终于恐惧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怪叫之声，向远处的黑色鬼影子发出了求援之声。黑影一听此声，终于露出了一丝焦虑之色，他望了望还在和那青色巨剑僵持不下的巨虎气灵，稍微露出犹豫之色，但紧接着目中是绿芒一缩，猛然化为了一团黑乎乎的鬼物和身，往那双头妖虎身上一扑。那黑虎顿时发出了痛苦的狂吼之声，竟一下子直立了起来。随后这个家伙两只后腿变粗胀大，前腿变细缩小，接着一只虎头的面目一阵模糊之后，竟然出现了一张毛茸茸的人脸，罩着浓浓的黑气。另一只虎头形态未变，但目中变得更是暴虐神色。斧灵术！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不禁低声地说出了这个法术的名称。这个法术啊，你猛一听似乎和吸身大法很相似，同样附在某种生灵的身上，但实际上效用却是天差地别呀。别的不说，使用附身大法不但不可能增加实力，并且附身后也只能发挥出原本实力的几层，只是一种远距离借体操纵的方便法术而已，施展之后也没有多大的后患。哎，这斧灵术就不同了，它不能像其他修士施展此术，只能是修士向某种智慧不高的妖兽施展。而且附身之后，不但修为变成了施术人和斧灵对象修为叠加的数倍，并且只要施展了一次这种秘术，就算和被斧灵的对象签下了生死之约，两者之间只要有一个魂飞神灭，另一个也会同样的从此泯灭。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施展着斧灵之术后会完全形成一个新的个体，拥有自己的神智和记忆，和施术人被俘的生灵完全不同。虽然一开始这种俘灵的时间不会太长，很短的就会自动的解除，但是随着此术施展的次数增多，这延续的时间越长，这个新的个体就会渐渐的占了主导地位，最终此术将变得无法逆转。但讽刺的是，这种一诞生就拥有惊人修为的半人半妖的怪物，它的寿命却短得可怜，因为它获得的这种惊人力量的代价就是自身寿元的惊人消耗，往往它真正独立后不久就是它泯灭之时。另外，虽然不知道真假，但还有传言说，修炼斧灵之术的修士在他死后魂魄会永坠无尽深渊，从此无法进入六道轮回的，这让修仙界的众修士更是谈此色变呀。但是幸运的是，这种斧灵秘术知道的修士很少很少，而且知道的人更不会去修炼，否则不是元神大减，就是变成了一个半人半妖的怪物而死。
眼前的鬼影和巨虎融合的形象正和传说中的斧灵术是一模一样。可这秘术应该是正常的修仙者才能施展呀，没听说过这妖鬼也可以修炼的，并且还让人愕然地向自己的气灵施展。一向不喜形于色的韩立也忍不住满脸的狐疑，同时心中的警惕心大起呀。虽然说被对方的诡异变化他吓了一跳，但是韩立飞快地看了眼身后的时候，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冷笑。因为身后的灰色鬼影此刻已经被吞噬了大半，剩下三分之一大小的残躯在那里奄奄一息，估计就是现在让他逃掉一定也元神大伤，根本无力再参加什么争斗了。这噬金虫真不愧他在奇虫榜上的排名，不光吞噬灵气，就连阴鬼厉魂都同样的是吞食不误，凶厉至极呀。虽然吞噬起来稍微慢了一点儿，韩立正想着呢，对面的虎怪在人面虎首茫然片刻之后露出了大梦方醒的惊喜样子。他看了看眼前的韩立，又望了望韩立身后的另一只鬼影，最后再望了望自己的身躯，嘎嘎嘎的发出了难听至极的怪笑声。这笑声由小变大，越来越响，连绵不绝，仿佛无穷无尽一样，这震得附近的鬼物都阵阵的翻滚不已。一开始韩立还不在意，只是冷眼观看着这怪虎的举动，但是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的脸色有些发白了，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因为对面的虎妖怪笑声非但没有预期中的渐小的样子，反而啊中气是越来越足，笑声是越来越的浑厚，连他运用起了大眼诀谨守心神的情况下，都有一种独自走在荒野中两耳却有无数惊雷狂响的眩晕之感。不好，韩立正小心翼翼地望向对面之时，似乎想起了什么，脸色骤然大变。他急忙扭头一望，心里一凉啊，只见身后的那只灰色鬼影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上万的噬金虫则一个个有气无力地散落在地上，偶尔的震动一下翅膀，再也没有方才的利索劲儿了。韩立懊恼之际，慌忙将数只灵兽袋寄出，将这些半死不活的噬金虫飞快地收进了袋子里，这才强忍着震耳欲聋的怪笑声，抬头向另一处的战团略扫了一下。结果呀，看到的情形让他诧异了一下之后，又安心了下来。紫灵仙子和那黑袍人还在和那些鬼怪斗得不亦乐乎，失去了法宝威能的黑袍人虽然修为比这些恶鬼强得多，但因为功法的缘故并没有取得什么压倒性的上风。至于紫灵仙子，那更不用说了，凭着一件长方形的石碑将自己藏在了光芒内，仅图自保而已啊。看他们两人的样子，似乎一点儿都没有受到怪笑之声的影响，这反而倒让韩立有点奇怪，但是略一思量之后，他也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委。显然的，斧灵的双头怪物只将怪笑的威力限制在了一小片区域内，所以才有这般惊人的威力，连法宝难伤的噬金虫都承受不了，被震得纷纷从鬼影身上跌落下来。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些灵虫尚未进阶完毕，另一方面也可见这怪笑的威力。若不是身怀大眼诀有凝神定魂的奇效，恐怕在这阵怪笑声中他就会骨松筋软束手就擒了吧。越想
心里边越是骇然。韩立已经确定，眼前的怪物即使没有到了元婴期，那也绝对比结丹后期的修士是只强不弱。谁能这么厉害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鬼王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4回。